接回来了。然后生日祝福有吗？有，我有，我也有，来说吧。啊，那我先说了啊，祝这个清流啊，不清汤鱼丸哦，清流丸到场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 ！那好，那到我了，对吧？那你呢？祝赖皮 go， 想吃红烧肉，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还有生日祝福吗？还有吗？毛有了。哇，MC 话题，想好要选哪个 MC 话题吗？来，让我们仔细看一下。四，这是什么？选大 C， 这个 MC 话题要选四吗？大，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吧？这个 MC 没意思，那除了大 C， 没有人可以吐槽。这个话题我心中就只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人。那我们这一场人那么少，要不然我们选第二个 MC 话题？我也觉得。对，然后可以再选四，就是都讲。如果你就是想讲四是吧？那我给你机会，懂了。你是不是特别想让我们夸你？我看你吐槽谁。好，我们选第二个 MC 话题。第二个。闭眼用语言描述一位队里成员的长相特征，让其他人猜是谁。长相或者特征，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，这太简单了。我就说一个字，你们就知道是谁。长，好多人长啊。长，端，端，因为，哎，为什么要闭眼啊？长。哦，闭眼吹啊！难道不是多的主人吗？你看端遗传他多长，都可以跳芭蕾舞了，一只猫。你这个还是蛮难的，就是什么人养什么猫，对吧？陈美婷，对，什么人养什么猫？不是，但是现在不是胖胖是你们两个一起养吗？这什么人养什么样的猫？而且确实越来越胖，你挖的坑自己跳，确实越来越胖。今天早上看到胖胖头这么一点点，身子老大一个。对，每个人来我房间都说我房间里有座山。好，那先从温温开始好了，你可以闭眼吹一位成员。我刚刚吹过了，就最长的那个。谁 ？Siri 啊，对，可是长的人，可是长的很多，啊、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诺诺呀，武哲啊、Kiki、戴萌，对呀、啊，然后 Taco 都是很长的，连群员都可以当长的，云姐也很长啊。对，他们有观众提醒说 ，CC 的脖子也很长啊。对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是事实，这个是事实。我不仅腿脖子长，腿也长。闭眼吹，这个我真得思考一下。这样子，我们说反义词好了，就说就像 C C 那个长，你就形容怎么就反义词了呢？哎，这个可以。真的长，你长到我连头都没看见，都是脖子。对，哎呦，其实真的挺长的，就最多五厘米吧。好了，我们再长说长的问题了，我们换一个话题。好的，那你先来好了。我闭眼吹是吧？对，要反义词是吧？嗯，随便你。算了，你正义词吧，你反义词蛮吓人的。哎呦，太简单了，我想到的。快说，你是正的还反的？你先说。正的。好，没事，先让他讲，然后。智商250。这个人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袁丹妮啊！为什么说我？智商250啊！卢八七号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你真的和胖胖待多了，胖胖又不会说话，怎么什么事情都能赖到胖胖身上？胖胖会呼噜噜。没有，他们下面说是肖英姐，我觉得肖英姐比较贴合一点。完了，是丹妮，毫无悬念。嗯，你再说一个，再说一个难一点，再说一个难一点的，难一点的。不是我们场上的，你刚刚那个是幼儿园的题，对。对哦、好，给一个那个高中人教版的题来。高中，那我来，你先说一个。我说啊，特别窄的一个人，反义词正义词啊 ，Taco 啊，是吗？反义词还正义词？邱心怡怎么会那么聪明？是 Taco。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云姐也很窄，你说窄的话只能想到 Taco， 真的是细一个吧？我感觉 Taco 好像是最细的一个。对。
细细一个板儿，就是很瘦，就是那个就是很瘦很瘦，就是那个肚子这个地方是一个板儿，就是一般人，对，就是他整个人都就是很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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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就像一根的那种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很瘦。这样子，再来一个纸片人。邱心怡，你怎么谁都骂邱心怡？邱心怡得罪你了？现在还是纸片人吗？我是夸他，我的梦想就是当纸片人。好，知道这个人谁了？叫温金姐。纸片人反义词。温金姐。谢谢，其实我真的是纸片人，这个都暴露了，我太不好意思。好，那，袁以真呢？你一下突然叫我真名，让我有点害怕。我要说反义词。好，你说这个也很简单。嗯，腿特别长。哎，这，哎，挖了个坑。哎，这都被你们猜着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说的是反义词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不是大 C 吗？你为什么要说反义词吗？你为什么要伤害大 C？ 你说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往自己身上开一枪也算了。这个枪还嘣、啊、打到了你自己啊！我是经过认证的，只有长腿才可以跳寒夜。对，哦，对，是，大有感觉。我知道了，我离寒夜不远了。大 C， 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没有发现，默默跳寒夜的时候，他是把鞋脱的，大 C 把鞋穿着跳的，为什么呢？就脱了一次吗？两次，你们记得真实。在我印象里，默默一直赤脚的。哦，哦，下次到你跳啊。好，我也赤脚。对。哎，还有谁呢？出个题。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。哦，这样子吧，说一个那个，大概是什么？天王盖地虎，然后某某一米五。你说天王盖地虎？你说的是邱心怡吗？每个东西都是邱心怡吗？天王盖地虎，你说是反义词还是？随便你想都可以，就是你随便画，这谁的名字都可以放上去，洛洛一米五也可以的。那我觉得你说是端端吧？怎么我们两个老说这俩？真猜不出来吗？胖胖，胖胖的主人，二主人。不是，我怎么老是说到他？不是大 C 在我身边。不要攻击我。你为什么是天王盖地虎啊？就是为什么？我想问你。就是他是天王，然后那个胖胖是地虎。因为胖胖每天在房间里很可怜。然后我是那个一米五吗？对。小田他在骂你。天王盖地虎，小田一米五，好顺啊！以后就这样吧。我天天盖胖胖。我知道了，小田以后下。下一场你粉丝有扣喊的，很押韵。天王盖地虎，丹妮，你又说我还有下一句可以，什么宝塔镇水妖，默默没有妖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默默的扣也有了，对。哎，我觉得很顺溜。默默一回来，这公演就是这种东西，没反应过来。大家一定要后面加一句，是丹妮讲的。不是。哎，我不是，我这是帮你们想个call，你们就把这个，我做好事嘛，我叫无名氏，然后以后你们就不要说我的名字了啊。好，谢谢你。好的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第二组小伙伴上来讲 MC 啦。Yeah.